哎，对，它炸一般炸这儿。它那个电散热器正好是火带火的，给咱不像咱那个油顶一样，要是油顶它就不会炸。它就把这个，对，它这个就像给小太阳那个散热器，就像小太阳。那个电热器在这个地方运行着，然后电热器制板人员就在电热器的千侧，千油侧。电热器的后面有一箱，就是空气清净器，空气清净器。正好它这个是高温，然后烤着这些东西，然后热胀冷缩，可能引起爆。哦。